可以，可以跟我 PK， 暴侧团队投降费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铁哥。我又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 BT 的东西，那就是这个枪上面的这个玩偶，看到了吗？看到没？我们这里合成这个鹰鹰龙有800多个碎片，900个，这电竞灵狐有1700个碎片。我们把这个电竞灵狐现在全部使用掉，看到吗？然后把它分解了，这个就有一个变态的价格。就刚才我们分解这个黑龙皮肤，大家还记得吗？一个黑龙皮肤我们只分解了40，对，一个黑龙皮肤我们只不过是分解了40个啊，这个金币，对吧？这个电竞灵狐你们知道分解的价格？哟，说完了啊！你们知道这个电竞灵狐的分解价格是多少吗？朋友们，说出来能吓你们一跳，真的，我都不敢相信了，这个价格非常浮夸，多少呢？我们下面来一块来看一下，好吧？我先不给你们讲，直接给你们讲的话就会看到了，这里面可以看到它的价格，看到没？那这样的一个枪的皮肤，不过就是这个50，对吧？火麒麟也是50，按道理来说火麒麟应该更好一点，对吧，朋友们？但是它的价格非常的廉价，非常不值钱。这个还稍贵一点，这个沙漠这个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电竞之房的话80也稍贵一点，它有贵的呢，有一些特殊的这些特效它就比较贵。看到没？这些娃娃，这个普通娃娃是50，这个高级娃娃呢，或者什么刚才这个呢，给大家找一下啊，马上就要到了，真的价格非常非常的浮夸，看到了吧？刚才我们合作的电竞灵狐120一个，兄弟们，天哪，你们敢相信这个价格吗？一个小小的娃娃竟然是3个枪皮肤的价格，我去！就我们刚才的1700个碎片能合2×62，能合不到30个，我天哪，1800×30，对吧？不到30个，再加上我们身上原来默认就有的，等它30个，不是跟闹玩人一样吗？对吧？然后这样的，哇，分解出来的这个数量非常非常庞大巨大，对吧？这里还有鹰鹰龙，啊，咱们点回收，4000金币。直接就是4000万花币，兄弟们，这4000万花币我们用来干嘛呢？用来整这个，这次咱们就来召唤，好吧？用来召唤啊！先看有没有兑换的，有没有需要兑换的？现在对于咱们来说，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好兑换的。DJ 猫兔小鸡换他们才亏，换就换下面的这个挂饰，但是现在我也不太想换它，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换了，现在对吧？没换了就不换，咱就来这里抽啊，抽枪。不是原计划，点错了，在这个万化工坊里面。这个 M4 的啊，雷神的这已经都缺了。咱俩给他整一个这个，整一下这个什么东西，整下这个黑武士觉醒啊。说实话，黑武士觉醒啊，其实我也是并不想整，为啥？因为咱没有这个枪，对吧？哎，44彩色值是1啊，非常帅，叫布鲁斯，青春校园0.6，22，就是他这个数值啊，上面有编码，编码越接近这个5，就后面的尾数越接近5，就这个越那啥的，就这个越这个越好，就是颜色越正。就是颜色达到了1.0啊，这个是正的颜色，像这个33就属于不行的，21属于最差的，大家知道？像这个55，看到没，兄弟们？这就是最好的 ，ID 都是金色的，金色55，这是属于里面颜色最正的，就五的是颜色最正，34的颜色还凑合，一的颜色是最差的。哟，黑武士觉醒烈焰，天哪，这是什么鬼？黑武士觉醒烈焰，2000，啊，还有特效，我天哪！整的真是真脏了点，真哪点真脏了点，你这玩的是越来越脏了，那些人，对不对？咱还记得整这个雷神吧，雷神的话咱有枪，对吧？整了之后咱直接就能带，这家伙，04，56，又一个金的，那叫什么东西？那个家伙咱没有，兄弟们，对吧？这黑武士觉醒，这枪得觉醒，觉醒咱根本就没个枪，你就是整的再好的皮肤，咱也不能穿呐，对不对？脏死了，23、11，天哪，最差的，我们那个特效快合出来了，大家。特效快合出来了，雷神的那个特效，因为我们一直在，哟，不够了，不够了，我们领点东西啊，领点东西，然后再接着整，普通的还能整，高级的是整不了，但是可以整普通的，对吧？它都有几率啊，只不过这个你低级的话，你看到没？这个出来的几率比较小，用那个高级金币金色的金币的话，出来的几率大；用这个低级漫画卷的话，出来的几率比较小，而且出的东西都比较烂，啊，都比较烂，总的来说就是比较烂的意思。你看，那现在我们整了几个10个，就根本就不出不来，对吧？这东西呢都很烂，没关系啊，咱不慌，慢慢来啊，迟早才得出。为啥？因为咱会儿来了个0.8，来了个0.8，这个老屌是真脏。哟，兄弟们快看，36，哎呦我去，金色的红绿，我去那个老屌，来了个这个最好的枪，天哪，36，我去那个老屌，带你了，兄弟们，哎呀，赚大了，这个再来个高级。高级不够就算了。我去，真的是，我们直接来了个36，我的天哪，我真的没有想到。我们来一块看一下吧，皮肤啊，这个36红绿是哪个？36应该是
应该是这个吧，这个应该是红绿吧，对吧？36，看我们现在带的是35，那我们就不用再带35了，我们直接带36就 OK 了。36在这里，哦，颜色更正，哈哈哈哈。先看到这个36、46，六是最好的，就是你已经是颜色是一了，六的这是更是顶级。看这里还有个56，妈呀，56，幻境时空，哎，去他个老爹，这个是56吗？以装备46，56是个什么颜色的？等上去啊，等上去，看到没？36、46、56，我们现在都有了。56是上紫下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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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应该是这个吧？如果没看错的话，应该，好，或者是这个，上紫下蓝。嗯，是这个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老屌，真赞老屌，看到没？这里面还有这些高级特效，高级特效呢，咱们得来合一下。我感觉到这个，哎，对啊，雷神红绿炫彩，看到没？这个特效已经够了。红绿炫彩，然后还有这个审判者挂饰，看老爹真脏啊！对，然后就是这样子，审判者挂饰，把这个给它更换一下吧，挂饰啊，给它更换一个永久的。现在咱们身上已经带了7种不一样的永久挂饰了，对吧？现在我们身上这7个全是永久的，而且谁跟谁长得也不一样，带着审判者，哎，很帅。然后光效咱们放在这个谁的身上呢？放在绿的上面吧，放在他的身上吧。光效，光效，永久在哪呢？在这里啊，永久光效，哈哈哈哈，啊，好帅，兄弟们，哈哈哈哈，受不了了，老公啊，你这玩的太脏了，哎，哒，我去这个老弟，这该怎么玩，兄弟？再放个印花给他，再给他来一个什么印花呢？这样子。而且来个普通印花吧，这里有2个的，就这个吧，应用啊，哈哈